基隆乡公所今日邀请国川的村长，伫公所礼堂召开今年度第一次的村长汇报。破发村长首先指出，因破发村的旧活动中心参观征期多年，现在地主准备十天后强制拆除建筑物，这款状况让地方甲公所拢真歹看。昨下我有收到村社信函吼，对方是讲话说，咱公所已经放弃讲话说，这三款是咱公所的啦，吼、哦，所以准备找时间吼。要来拆除咱这个建筑物。另外，江西村的旧活动中心同款有参观的争议，村长对公所无得提出建筑物的参观证明表示不满。伊希望公所要赶紧找出证明文件，以免江西的活动中心也被人强制拆除。迄个活动中心嘛吼，因为迄两年前我就提出来讲这个代志，因为迄、那个伊的即摆迄土地啊建筑物，因为迄是咧民国58年迄阵就兴建。结果问国考试的时候，因拢讲无咋提迄个资料出来。此外，村长廖世平会长嘛指出，因新起的活动中心虽然无产权问题，但是落雨积水的情形非常严重。以我算起来吼，目前即摆若一破雨，迄间活动中心所拢水啊，含人天我嘛用放人伊嘛，伊拢空甲济济，也无土两块啊。针对破发村活动中心的问题，乡长陈明生强调，因为产权无登记公所，所以公所无得替乡民主张权益。主张权益，公所当然我是主张权益啦，但是若无咱的权益的时阵，我要去主张，因为咱伫要主张权益的时阵，真个只无要甲咱配合，啊，我唔知你用啥物主张嘛，啊，你都无我抓头抓尾无公所名，我要用啥物去主张权益？另外，有关监视甲适合的活动中心问题，陈明兴要求公所人员积极配合办理，迅速解决问题，维护乡民的权益。记者余炳伟采访报道。